里乡农会每次只要一推出新产品，都会备受关注，因为都是采用在地食材来制作。而这次富里乡农会更是结合了全台最受欢迎的稻草艺术季捧红的大猩猩作为外包装，可爱爆棚。富里乡农会每次只要一推出新产品，都会备受关注，因为都是采用在地的食材来制作。这一次富里乡农会更是结合了全台最受欢迎的稻草艺术季捧红的大猩猩作为外包装，可爱爆棚。今年推的米饼是福星米饼，主要是因为我们稻草艺术季办了第一季、第二季之后，我们的猩猩等于是我们富里的代表了。等于说这个猩猩很有名，而且这个我们做这个稻草艺术季，这个猩猩有没有？只要关键字去打，就知道这个猩猩是什么。而且这猩猩超级可爱的。总干事说，这个米饼可是采用专利品种，真正台湾月光米台农77号，由富里农友与农会契作生产。米饼制作100%非油炸，符合现代人无负担饮食需求。我们用最好的米去做米饼。它的口感一定会更棒啊！所以我们今年出的新的口味就是海盐口味，好、哦，也没有过多的调味，就是海盐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口味的话，就是我们玉米浓汤口味，这是孩子很喜欢奶味，所以我们就推了这两个。然后做出来以后，口感也非常非常的酥脆。新推出有海盐口味以及玉米浓汤口味，一开放购买就广受好评。好吃的米饼一定要用最好的米制作。口感酥脆，月光米独特的香气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一片接一片。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